感谢神明，咱在过程当中，尤其咱在清扫所界几十年的过程当中，咱爱一定感觉讲，每一日、每一年拢爱有进步。尤其遭遇到咱的路场，不是讲咱路场较爱收位置，其实你日常生活、生活当中的，咱嘛是爱收着咱的位置。该讲的话，咱就先讲；啊，无应该讲的话呢，咱就袂使讲。啊，尽量嘛爱减讲无好的话。那安尼呢，在修行过程当中，咱的内德、咱的内心，你才会感觉讲，慢慢慢慢，一日比一日搁较好，一日比一日搁较进步。那无的话，咱伫道场参与社会上咧比较，咱会流失伊。社会话语言口语，安尼表示咱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呢，有进步。所以讲呢，我马上浅显的咧甲各位开讲嘛。有当时啊，咱食菜咧修行，唔当停留伫食菜的部分，这足重要诶。如果咱若讲拢停留伫干那食菜方面的话就对啦，那呢咱要安怎迄个百年以后的，要怎回本位？这个爱去思考啦。所以伫修行过程当中呢，咱爱时时保持着感恩、知足的心。人生过程当中，若无保持着感恩甲知足，有当时啊，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咱就过了无顺心、无如意。啊，你若事事拢抱着知足、感恩、珍惜的心呢，那呢，你伫日常生活当中，我相信咱会过了欢喜充满快乐。因为善良的人呢，伊知影人知足；一个知足的人呢，伊知影人感恩。如果若无咱抱着知足的心、感恩的心，在修办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咱拢会遭受着生活当中的一挂困境也好、逆境也好、挫折也好。啊，是咱人生过程当中所遇到的，会一寡无如意、无顺心。咱修行难道最重要的重点，你就是爱专念，把无好的念头转为好的念头。那安尼，咱在解决问题也好，解决生活当中的一寡困境也好，咱会足顺心，咱嘛会足顺心。所以老师甲咱讲，咱想到人遇到问题，你是习惯感恩平息，还是习惯感觉的怒气，还是遐埋天怨地？所以呢，修行人道最重要，还是爱感恩。大道平行。